好，我是 Money 老 Money。咁我平時每一日咧都好中意食麥皮嘅，咁所以我咧會幫自己改咗個名叫麥皮人咯。咁我係食得都幾瘋狂下噶，即係例如朝頭早啦會食大概70克嘅麥皮啦，因為咧有啲研究顯示咧，如果每日食夠呢個份量嘅話咧，就可以幫助呢個心血管啦。咁然之後，譬如我有陣時夜晚咧臨瞓前咧，我又會掛住啲麥皮嘅喎，咁跟住我又會再沖咁今次就唔會咁多噶啦，可能就沖2-3羹啊，即係飲下啲麥皮水咧，我都會開心嘅。咁同埋平時咧都好中意做 yoga 嘅，因為我發覺咧，原來做 yoga 嘅話咧，可以慳翻好多咧去按摩嘅錢啊。因為咧平時譬如好緊曬嘅話咧，咁我每個禮拜都要去揼骨啊、剩啊嘛，咁我都幾貴噶。咁如果做 yoga 嘅話咧，咁我可以起碼褪遲到咧2個禮拜咧先去按一次咯。咁個人咧又會瞓得好啲啦，又會精靈啲啦，咁就會靚啲，同埋皮膚都好啲。